啊，这一块要给我们二抠，抠啊！孩子，要给师娘，对，要给孩子师娘，先给孩子，不用不用，二哥你来，师娘师娘师娘，来来来，不要不要，你来，再追到追到厕所去了你，你脑子进水了？你咋知道的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蛋，我是宝宝，今天是双喜临门了，第一是嫂子过生日，今天是第二。是小奎跟啾啾姐订婚的日子，是的，我们去街上给嫂子买一份礼物送给她，因为今天是嫂子的生日，对，我们街上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嗯，那我们现在过去，嗯，找了好几家啊，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哈，我跟二蛋商量了一下，还是去买个蛋糕吧，买个蛋糕比较实际啊，兄弟姐妹们热闹热闹一下，开心开心一下，是不是？一起庆祝一下嫂子的生日。对，老板娘，有没有蛋糕？这个订蛋糕，订蛋糕可以啊。哇，我们应该订一个很大的蛋糕。是的，人比较多。对。哇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问一下老板娘嘛，哪种蛋糕好点嘛？老板娘，这个蛋糕是。是16寸3层炉子的，炉子奶油的，对对对，里面有水果。那我们就订好了，等一下我们自己过来拿啊。刚刚蛋糕店老板娘打电话过来说蛋糕已经做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拿蛋糕啊。Hello， 老板娘。你好。老板娘。蛋糕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哦。现在带过去吧。35个够买了，35个，嗯，不够的话就再多拿几个嘛，拿到40个人差不多。对，拿到。因为今天人特别多啊，嗯，应该有40-50人左右差不多。嗯，你看刚才吃饭的，哇，反正好久没看过这么多人吃饭了。是，今天就真的特别热闹啊。是。哇，好漂亮这蛋糕。哇，我还第一次买这么大的蛋糕。阿蛋。嗯，我那边见过这么大蛋糕，第一次。我也是。哇，这么漂亮这蛋糕！祝百合生日快乐！祝嫂子生日快乐！哇，嗯，是拍了灯更亮，看，嗯，可以哦。嗯，特别的漂亮啊！这蛋糕很有档次啊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就拿过去了啊。嗯。哇，这蛋糕太大了。省一点啊，别客气。感谢一下你兄弟一起过来帮忙啊！还有你们两个人抬着啊，抬完，还要抬黄金一样，是不是？因为怕他下面嘛要扶住嘛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兄弟之间不用说感谢啊。嗯。Hello。这个蛋糕多大？嗯，人多嘛。哇塞，这么大的蛋糕！是二蛋啊，搞了个这么大的蛋糕啊！今天嫂子生日嘛。嗯，给力给力。哦，这个蛋糕漂亮。二哥，你啊，哎呀，今天嫂子生日，来我们一起庆祝一下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嗯，好，走进去了。中了。这里面两个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么大，我买不起了。这是百合的，你嫂子的。是的，嫂子生日嘛。好，抬进去吧。好。小心点啊，到了门口别给打鸡蛋给打了。嫂子，我已经开一下门，听他名字。我来，我一个人来。他是我闺蜜的闺蜜。Hello。今天也是。哇！蛋哥，给力！给力！哇！嗯。这么大。是的。我的天哪！今天人特别多，然后订个大人蛋糕庆祝一下。哎呀，你看这还全都挡住了保密呀、啊！我要拆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人家百合姐拆的。嗯，晚上咱一起吃蛋糕嘛。嫂子，嗯，今天你整一个这么大的蛋糕啊？是的，今天不是人多吗？就搞一个大点蛋糕一起庆祝一下。不是太破费了，你看这么大。没有什么破费。是，我们就是搞一个小一点的，一个仪式感就可以了。没事，一人一次嘛。是是吧？这个要好多钱啊！不要多少钱？我知道你们现在也不容易，说实话。没事，嗯，嫂子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谢谢，事业蒸蒸日上哈，一路长虹，越来越年轻了。
嫂子太有心了，祝嫂子以后一路长风，越来越好。你们两个人要早生贵子啊，知道吧？是加油啊！借你吉言啊！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庆祝呀！啊，对，晚上。三层嘛，这么大。三层。三层。那先把它放冰箱里面。对，放到里面。阿姨那冰箱里面。是，先放到里面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刚刚吃饭了。对。慢点啊！对。他们两口子也不容易，真的。你看还烤那么大的蛋糕给我，我都不知道，他偷偷去买。现在开始吃蛋糕了啊！好，再见。祝生日快乐！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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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福光辉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温暖家庭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好漂亮，蛋糕。小龙，还来一次吧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谢谢，祝嫂子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。今天是百合的生日，正好是也是我跟小奎的订婚日。是的，感谢大家一路支持。对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今天你看这么多蛋糕，这么多鲜花，特别幸福的一天啊！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啊，我的父母就是今天也是属于他们的那个最苦的日子，对不对？你像我妈妈。所以说给了我生命，对不对？应该给妈妈过生日。对对。所以今天我是最幸福的。你看。热烈掌声，是我们的海哥海嫂。海嫂。海哥的玫瑰，掌声不够热烈。我们一般喜欢磨刀，刀的。对，拿那个刀来切蛋糕。刀刀刀刀。大家好啊！今天在场的啊，我看一下前面有几十部手机啊。来了这么多人，要切多少块呢？是吧？有两个蛋糕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分赃不均就好了。这边百合花是真的吗？哇，还有百合花，你看，真的是百合，真的是百合啊！从头切到尾，顺风又顺水，从左切到右，健康又长寿，从上切到下，每天笑哈哈。感觉有点像砍柴似的，压力有点大。现在外人说，海哥你当这个大家长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几十号人，一百多号人呢，一百多号人越来越大了。现在还有人不停的问海哥还收徒弟吗？我说我都想裁员了。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谢谢。哎呦我的妈！祝你一路长虹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美女呀！